拉顺风车把乘客拉吐是一种什么体验？今天呢，我租一台跟我们平时演出一样的车型，走。喂，你好，是您叫了顺风车吗？女司机。哎，行吧行吧，快快快，大冬天的我在路边快冷死了。哦哦，好的好的。不是个善茬。你好，是您叫车吗？啊，终于来了，都等多久啊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平台派单元。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你怎么穿个连体？你这样开车舒服吗？不好意思，刚下班，来不及换。哎，我说你们女司机都不开这么慢的吗？你知道我刚在外面等多久吗？不好意思，马路上我不超速的。女司机开的又慢又不安全，哎，今天算我倒霉。其实有些女司机车技也可以的，你想我开快也行啊，只不过我怕你晕车，你可能是没坐过真的刺激的车。你能开多快，我等一下就给你打多高的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这附近呢刚好有一个赛车场，要不我们去试试？等一下你先跑一圈，我再给你示范一圈。好，坐好喽。哎，你戴眼镜好像有点眼熟哦，你是那个？我操！你是那个？我操！你要起车咋地？悠悠，我操！悠悠，我操！记得给我五星好评哦。